们今天来玩的是疯狂寡字机，它就是会一直掉东西出来，要把它捡进去，就像这样一样哦。来看看吧。好，给你，给你。结果寡字机、说明书，还有这个是贴纸，贴纸要贴在这里。我现在帮它组装眼睛、嘴巴，还有它的花朵。然后这只手是拿香蕉，好，完成了，现在要装电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开关怎么开哦。你知道它开关在哪吗？在一个很神秘地方，我刚刚找很久。哦呦呦，开关在这里，超不容易发现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它是不是真的很难那个丢进去哦？来哦，那比如说我是橘色的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我赢了。我还有新的电池，然后它变得超好出来。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哎呦，会不会打开啊？有点拿到困难的经历哦。哇！哦，滚出来了。好激烈！哎，它有游戏规则的，我们现在先拿两种颜色，你要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？好，那你要这两个颜色对不对？那我就这两个颜色。全部投进去的人要先按关，才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真的全部投进去哦。手要离开，你手不能盖在上面哦。好，好了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手要放开哦。妞妞赢了，我在捡这个水果的时候，妞妞已经赢了。这个游戏好累哦，牛霸挑战，耶！这六颗好了，两种颜色，你按它的脚，它就会开始。没了，没了。其实还有。丢在正中间。那你会弹，你要很累，第一次弹出来。轻轻的抛物线丢进去，轻轻的。然后丢在中间，对不对？轻轻的。轻轻的。这就是看，看谁把谁挤出去了。对啊。现在看中，现在看中，现在看中，现在几分？我觉得这很好玩，还有非常多的水果。那你要把它投进去的时候，它就会跳出来。那你要一直捡捡捡捡捡。嗯。现在玩具反斗城大型玩具店还有百货公司都有卖哦。这个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再订阅，这里锅里面。